着咱大家进南疆，咱要先上信用，大家都来咯，锵锵出来！你可曾想过，在台湾这座36000平方公里的岛上，除了小吃美食、浓浓的人情味之外，还是一座百年历史的民俗博物馆。而它不但处处让人惊艳，而且遍地开花，璀璨耀眼。当你手握这张入场券的同时，有一项民俗文化你绝对非看不可，而它就叫做“最大干嘛来户村”。欢喜做甘愿收，我做好做落，我真欢喜。讲这为啊，咱的心灵吼，服务安尼，无要紧啦，家己出无要紧啦。帮大甲妈尽一份心力呀、啊，我们也是香客，然后就觉得说这些阿姨很辛苦啊，年纪也很大，其实这些东西煮起来很费力，也很辛苦。今仔日，嘿，今仔日，哇，应该爱困啊啦。你啊，你你24点钟啊嘞。哦吼！睇到这个进香旗，就知影讲三位小妈祖有个搞啊，要来闹来滚滚啊！哇，是我们大甲妈的大日子呢，哇，好期待哦！是啊，但是阿姨，大甲妈你有了解偌济啊？我是还没来过啊，不过之前在网络上都有看过啊。他说这里总人次哦超过500多万，哇，这就可以说是妈祖最大的绕境活动。不对不对。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神明绕境活动啊！讲了是无唔对啊，但是你是有听过，我有来行过，还是错过许多。你知影无？妈祖的轿啊，去甲回来是无同款的哦。哈？怎么可能？你不要乱讲，去跟回是不同的。是啊，而且哦，我们在沿途啊，这样子边走9天8夜，你有八道的位，对啊，让你吃饱又喝饱，连环乐。哦，这个我有听过啊，他说沿路都有很多好吃的。不过我就觉得这样子晚上绕境的就很可怜了，因为你看他们就没有东西吃，又饿肚子。连环乐啊，你说白天带的妈祖婆的人比较多哦。对啊。其实晚班的、大夜班的都不用担心啊，沿路还是有超过30年的点心摊哦，那些都是阿公阿嬷他们不眠不休的帮大家准备的，可以说是夜猫族的最佳补给站哦。哇，你讲他去哪传播？还是赶快带我去看看比较要紧啦。大甲妈南下进香，绝对会当讲是三月小妈祖的重点之一啦。因为就算讲吼，你从来唔捌参加过，也阁相信透过媒体报道啊，嘛知影讲吼，伊不但是一场万人空巷的宗教圣事，甚至是享誉国际，红遍海内外。也阁吼，讲一句啊，坦白的咧，大甲妈呀，是每一年拢咧行啦。所以啊，咱知影伊沿途有真侪点心摊。也是讲伊哦，号称地表最强的人类迁徙以外，你对伊够偌济了解？甚至敢知影为何大甲妈要南下进香，而且阁是倒一尊妈祖上轿呢？大甲妈伊这个进香啊，已经超过130几年的历史。因为早期大甲妈，咱大家家啊，拢是这个米店啊，甲这个布店啊，早期这个头家啊，拢请到妈祖婆啊，往这个湄洲。啊，祖庙来当个一座进香。哎，你伫你个日据时代了后，近派啊，咱大甲妈啊，才往南下来做这个绕境进香。早期大甲妈呢，差不多进香到50人尔，演变到今嘛，整个9天8夜下来是超过500万人次。今次来一个广阔的人进入，你只有爱大甲妈的头妈祖，特地去烧一路火。咱所在新村，就是咱一尊湄洲妈，甲咱的这個正罗妈，甲咱的富罗妈。因为早期就是咱这个妈祖吼，啊，拢会挂到这个头家老祖。啊，因为即马咱大家卖信徒太侪，所以这個头家老祖无大挂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就是这个开始，咱往南嘛去绕境进香，就是咱这三尊妈祖。啊，是上早咱也未安湄洲请到这湄洲妈，是干那咱的正罗妈甲富罗妈往南嘛去绕境进香。啊，了解。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有三尊妈祖在绕境的时候跟大家。一起进行。咱宝岛神恒大实在是非常的幸运啦！既然啊记录着妈祖婆啊坐伫咧銮轿顶面这个历史性的一刻，但是吼、嘛相信真侪观众朋友啊唔知影，其实吼、大甲妈上轿以后啊，轿吼就袂用个再拍开咯。
所以讲啊，能够翕到这粒画面吼，哎呦，真正是比登天搁较难啊！不过无论如何啊，妈祖婆啊，就要伫阴暗子时五分来南下进香。所以呢，现子时的大家定南宫啊，不但是人山人海啊，更加让咱看到台湾人对信仰的热情，甲迄份对妈祖婆的一心相敬。民间俗语咧讲吼，大道讲风，妈祖保护啦。意思就是吼，这两位神明出巡的时阵啊，分别会透风甲落雨。虽然吼，咱无法度对科学的角度啊来解释大家嘛起驾落雨的原因啊，也毋过对信仰文化的角度来看吼，这确实啊是每一年三月小妈祖内底上界通人而乐的一项传奇事迹。哇，就是耶！我觉得现在科技超进步嘞。我们这样子拍超清楚的，回去再跟朋友们分享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么美的时刻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。你喜欢看我拍照？有，我有拍到一张很漂亮的，真的。哎，我不知道，突然觉得在这个大甲溪桥上面啊，大家停在这边看，阿妈祖给我也是因为烟火放完了才会继续这样。超有诚意的，而且我觉得大家跟着这样一路走来，又可以欣赏烟火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另类的 K 杯跑呢。它办完之后，大家就像跑步一样，准备要出发了呢。是的，阿妈周伯这样子来离开大甲嘛，那这样沿路南巡，看一看我们别的乡镇啊、别的县市的涌泉啊，其实大家也期待很久了，一年一度。没错，是啊，我们把这个抓下来，去网路上分享一下。随着光彩绚丽的烟花在广大的黑幕上划过天际，大甲妈也即将跨过大甲溪桥，展开长达九天八夜的南巡之旅。而这场完全不会输给国庆烟火的精彩表演啊，更是大甲妈祖出城的重头戏之一啊。所以要是有一只摄影功能强大的手机啊，不但能够帮我们记录美丽的当下，更可以一同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因为在这个璀璨耀眼的背后，不只代表妈祖信仰在这块土地上的认同啊，更是大甲妈祖和其他乡镇居民那份超过百年的情谊和承诺。先把两个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弟弟，好不好？他这个给你要不要？嗯，好棒啊！冰豆，冰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焦哥，我在沿路看来，我觉得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啦。沿路看来，哇，大大小小的爸爸妈妈出来，小孩也有，这样一起来参加平安绕境就好了呢。是啊，其实就像大家出来游行，带妈祖婆来去佚佗安尼啦。对对对。但是对嘞对嘞，咱哪会无去啊？我觉得大甲妈他们是不是走太快了？我以为你是学长，你怎样喽？啊，我们现在迷路了。在人生地不熟，慢慢栽。啊，安那。无问一下在地的大姐好啊。哎好。应该扛快，快。哦，大姐，拍手拍手，今天无应该交了解。有啊，我甲恩义啊，拄只对大家嘛对讲，对阿个迷路啊。你敢知影对讲的位都未经过？无你先甲倒慢只刺卡啦。啊？这叫做刺卡啦。嘿，刺卡啦。嗯，这特别啊，是要创啥物用的？这要我妈做无用的。要我妈做无用的。要我妈做无。啊，找大姐找着啊，啊，你等下会去找大家嘛哦。会啊会啊。哦。啊，这是要给伊的礼物，就着啊吼。嘿嘿对。哦。这较早吼，从都拢有看阮阿妈，阮也有都有咧办祭啊。阿妈着有啊。是哦。哦。好笑咯。大家嘛收着伊就欢喜哦。对啊，大姐，那你这样说起来，这敢会足珍贵的。哇，这已经拢无去啊，春节啊，都拢作抢市的啦，无通啊办啊啦。只剩这里有，拢办了了。
这款刺卡啊吼，到底是虾米款的来历呢？因为吼，不但新币就算啦，既然啊，大家嘛要来的时阵呢，阁是地方相当抢手的礼物啦。尤其吼，看姐啊采收以后啊，不但是伫咧厨房安尼出出入入啊，无闲的程度啊，更加予大家吼看甲是雾煞煞，完全啊，啥无到底是要创虾米啦？啊！你洒水洒好了，我知影你用这要创啥？这就是恁在地的物件，祖传秘方啊！这豆豆的了，互咱做用卡，气要高对不对？是啦，做粿啦，做粿。哎呀，无你啊，拄咧办是咧办安怎？做粿做粿，那用这款的。啊，这气卡粿啊，气卡啦。哦，气卡粿。气卡做。啊，咱啊拄啊去办气卡啦。嘿。啊，等下洒洒咧，洒洒咧，啊，今摆过来爱煎乌烂。哎，唔是啊，做粿完了，有需要这吗？哎呀，啊，一定爱这粿才会 Q 啊。嗯，啊是哦。系啊。我无食过呢，这是吃的地方吗？系啊，这阮在地的产品。哎，啊这边安怎用？啊，对安怎？冻过哦。啊，你讲这做粿是你讲恁阿公迄个时阵传落来？嘿，阮前阿妈，阮就囡仔做囡仔，就拢看阿妈，就拢有办这个用啊。是哦。系啊。哇，啊来生活大家较困苦吼，啊拢啊。诶，较在地老食材用来做，啊，结果就全部传代代都一直传。啊，恁遮的人，溪州遮的人，敢因为大家妈要来啊，啊，全部拢来动员。有啊，阮干阿遮的义工30外个咧啊。30外个哦。系啊。是哦。啊，透早咱5点外就大家拢爱来做啊。遐尼早？吓啊！是做早顿还是安怎？无啦，啊，你大家爱一直款料吼，一直做。啊，这是无够吼，啊，紧合不紧过万来投安尼。哦，阿姐啊，还佫有穿啥物物件？啊，佫穿物件，我等下吼，佫带你来逛就好啊。无，即摆就带我去好无？好啊。阿姐，好，恁爷安尼来。阿姐，你继续。哦，好。好，来请嘛，来，我叫一个来甲你斗挂，你紧去换，你去走卡无用。好，安尼。啊，挂这要创啊？敢去？挂这要当来包粿啊？包粿哦。系啊。哎，啊，这唔就甲炒啊粿，迄是相像的。嘿。哎，但是姐啊。哎。啊，大家嘛就要来啊，啊，即卖用这干会付，啊，干会用去买就好啊。哎，我刚刚想喊嘛，即卖报名2点啊呢。无厝只遐尔济人，全部咧等恁叫卡，等大家嘛来啦。大家嘛就要来啊！啊，即卖用这干会付，啊，干会用去买就好啊。用个买，即要倒买。你讲嘛对啊，但是讲这全部拢要家己准备的话，安尼足忝的呢。足侪物件，啊，本来即款物件就是足够工的啊。哦，但是讲你安尼准备的话，这样子下来要准备多久时间？这拢要3天工过啦。3天？对啊。哇，啊，今日这是补齐的话，哦。那大姐，我们平常在吃那个3-5口就吃完了，你们前面的前置作业要3-5天呢。对后天宫的这阵子啊来讲啊，大家嘛会来溪州休困啊，不但是规庄啊头的期待，更加是每一冬内底啊上界欢喜的代志啦。安尼付出就欢喜对不？嗯，是哦。我咧最后就讲，我真欢喜，讲这为啊咱的心灵吼，服务安尼。服务，你知道有一点年纪的，其实做这些都会很辛苦。不是我们这么年轻做，都已经觉得很累了，更何况是很多爸爸妈妈的年纪、阿公阿妈的年纪一起在这边这样子做，才能够有这些。我都在这里做，我就心疼的，因为我若想讲是我爱做，我妈妈爱做的话，哦，迄个手力吼，哎，就消耗的呀。嗯，哎，手力，嗯，哎啊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在付出吼，真的是有一件事啊。虽然是免费的，可是不能浪费。大家吃的要欢喜感恩，啊，来跟着走，人心最重要。欢喜做感恩心，就是这款乐天的个性啦。所以吼，就算讲是庄卡所在，无虾米澎湃菜色，而且吼，大家嘛南下的期间啊，也搁爱专程食素，所以啊，就算无大鱼大肉，严哥啊，这个店内内底啊，底拢是因满满的心意。所以讲吼，就算讲只有一支扁担，嘛是一路安尼摇啊摇来摇向妈祖婆啊，就是希望吼婆啊会当来庇佑，婆啊会当来保庇。哎阿姨，咱长街溪州啊，啊大哥大
姐他们饭店拢打来啊呢。我看到伫遐。那饭店，我是很好想象说，大家拿到会很开心。一定，其实辛苦了一路可以拿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付出的一个心意啊呢啦。对啊。真感谢着咱长久以来对着妈祖婆的付出吼，拢学习着妈祖婆的精神吼。哦，你看一摆安尼，遮侪人来咧屯搭吼，来咧也甲食孝天宫吼，哇，孝天宫愈食吼，庙讲后做时阵愈好食啦。嘿嘿嘿。较等下要搁食饭蛋咧啦。所以这也做付出吼，啊，感谢这一百多年来吼，咱安尼当年如聚如醉。啊，吼！咱即个水乡客、海内外水乡客，大家来享用咱地方的特色甲美食啦。其实啦，不但是党的娱乐，相信吼在现场的队伍甲民众呢，嘛绝对拢会用个感受到这份满满的心意啦。也毋过吼，讲实在，对有心吼想要参与大甲妈疗境的民众来讲啊，除了食到真侪地方特有的点心。也是讲拜这个地球金以外，咱个有啥物部分啊？是参加疗境的期间，唔通去闹交的咧。大家嘛进香的这个期间吼，咱有足侪啊，像足侪信徒要抢这个地球金，对啊，啊是讲要抢这个太子团的那一种，哦，啊是讲这个宝贝啊红丝线，嗯，啊这因为咱通常拢会感觉讲妈做进香吼，嗯，咱这个伊的随身的物品吼，可能拢会接受的伊的这个。灵气，所以安尼讲，我想到啊，大家卖神轿，安尼礼拜的时阵哦，有人过去摸呢，哦，那就变成那个力量都这么大力哦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咱通常吼，拢会讲讲卖摸妈祖，是，因为咱只要参加大家卖进香吼，唔是干那去丢这仪式的物品。才有给妈祖保庇，绝对不是安尼。咱会使透过非常多方式，比如讲会看到足侪人准备一挂点心蛋啊，对，还是讲宽凉的啦，吼，甚至讲为人会帮人凉凉。很多人都是透过这样子的形式，吼，表达伊对妈祖的一种敬意。啊，这种敬意吼，其实就是伊对妈祖的一种服务。服务香客就是服务妈祖，所以足侪人会把香客当作是妈祖，啊你。这一个付出啊，你其实就是参与到这个仪式。我相信妈祖婆吼，看到咱这侪人安尼付出吼，伊赶快的给你保庇。所以现在大家抢要戴个金嘛，抢要这个奶嘴。是，这几年其实有足侪人希望要来体验这个大甲妈祖。啊，其实咱不止体验，咱嘛爱把家己当作是一个游客。所以我拢会鼓励人讲啊，咱去庙里，你看咱去起码报道的时阵吼，你可能会这个夜进香鱼对无？啊，去炖因啊，吼，啊，去放这个香火。对啊，这个鱼鳞，吼，啊，再搁去火炉，去起码安尼吼。其实咱足侪人拢袂记一项代志，你去一个所在起码吼，你会当遐食物件，你会当当遐休息叫困。对啊，迄是偌济地方的人吼，集资来为你服务的。啊，所以我拢会讲，都会讲，哎，我们不要进香体验吼，只有觉得是体验而已。嗯，咱爱搁爱有一寡付出，吼，像讲你爱添一寡香油钱呐，还是讲这个帮助地方的人收拾一些东西，这个。都可以，大家有一个互动，有一个付出，有互相的贡献的意义。一场九天八暝的民俗活动内底吼，一路上啊，拢有真侪好朋友提供凉水或者是点心。严哥啊，这个付出的形式吼是百百款啦，除了饭店、凉水车，或者是讲沿路上指挥交通的警方人员，听讲啊，伫个大甲妈的队伍内底。金教集团超过百年，总是点点替妈祖婆啊开路的新兵队伍。伊内面的成员啊，不但拢相当的资深，更加是这场疗境内底啊相当重要的灵魂角色。香蕉哥说：“你们这团替妈祖服务超过十年，是真的假的？”真的，我们已经从大甲妈祖绕境就已经开始有开路虎这个团队了。哇，辛苦大哥了呢，真酷哦！啊，亲像你本人诶，有服务超过十年吗？我从国小卖叫我大哥来，因为我才二十二岁尔啦。你才二十二岁？哎，你讲伊也是你？哇哇哇！
才22岁。不可能吧？讲十年前的代志算啊。对啊。那这样子算起来，你看22岁服务10年，啊，不就超过人生一半的时间都在替妈祖服务？对，我已经从国小差不多国小5、6年级那时候就开始有在学习，然后就已经有参加这个团队，一直到现在。哎，但是讲后边大哥因兄有开路果啊，啊，为什么才搁更一个？其实从早期吼开路果是用耕的，是到尾啊，才因为渐渐天数愈来愈多了，才开始改用3轮车。所以从早期到60几年前是用这个果价用耕的啊咧。恩姨你看。这个真的有历史了呢，这是上古进前的那点吗？最原始的那一颗用砍的时候就是这一种。那这个不能敲，怎么会拿出来啊？因为这代表一个我们开路谷的一个精神呐、啊。我感觉袂歹呢，若是讲有在妈祖婆了境的话啊，老一辈看到嘛有感觉呢。对哦。这粒将近一甲子的果啊，除了是重要的精神指标，也见证着大甲妈了境呢是如何啊，对一开始的进行活动。演变做一天30万人的宗教庆典，而且吼对因来讲啊，会当有机会替妈祖婆啊服务，除了会用展现平常时啊训练的成果，嘛是一款社团式为信仰努力、为信仰付出的工人精神。加油！嗨，大哥 ，Nice to meet you。Nice to meet you。会说点中文啊？会说中文。因为大家辛苦，然后我就拍一些水果。谢谢。芭乐，我喜欢吃香蕉，吃芭乐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可是为什么会特地来这样参与啊？我们一直先跟台湾市场，并支持当地文化。我们看到大家妈祖绕境。是许多台湾人，尤其是长辈的信仰，也是台湾的文化。对。风水为了配合富士商旅连续第10年参与大家妈祖绕境的这个活动，今年特别设计十款不同的服装，表达这个企图。其实听起来，那付出的不只是点心而已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周边服务啊。没错，而且它的服务很完善，而且连那个 Q 版的公仔都很新奇耶。是啊，Q 版妈祖气球拍照相，直接放自己的 Facebook 上，就可以拿到大家真南宫合作限量的这个银元线。还有银元线可以拿、太棒了吧！其实有很多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的。那总裁，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吗？参与了多久？我是第一次参加，但特别喜欢。但是我们这个品牌已经参加这个大家妈祖绕境活动有10年了。这么久啊！10年了，比我还久哎，我才3年而已。所以可以想象到，大家参加过的一定都对这个牌子不陌生哎。对，参加这种不同文化的一些活动，可以很容易开拓视野，也是很容易可以进入当地文化。国际观要打开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像总裁这样子很棒，一个外国人也帮我们台湾最美的文化推广出去。是啊，请问大哥，这也是你们的服务吗？也是我们的服务，我们就提供这种 caddy ITC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有提供几台？是有2台。有2台。是这样，我们这个大家马祖绕境的时候，有很多那个长辈们因为行动不便，所以参加不了这个绕境。对。所以为了减低他们那个体力的负担，我们绕境的期间，我们和当地的计程车合作，和家里人可以参加绕境的活动。我觉得这样，因为有些长辈其实也很想参加这么好的一个绕境，但是可能身体不方便。那提供了这个服务，大家就可以圆梦了。这个付出贴心到心里了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赶快去帮我，谢谢，在那边。这里哦，大哥，你好，素汐，辛苦啊，辛苦，良心，良心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哥，你嘛来参加大家嘛了境哦，对，你是第几档来的？第一档哦，第一次跟我一样，我也是第一次，好兴奋哦，看到这么多人，大哥，那你这样一起来参加绕境？应该会觉得很开心吧？很开心，因为很方便，然后又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祈福。对啊，非常方便，然后又开心。在台湾这座民俗博物馆中，处处可见热闹的庆典文化。
但可惜的是啊，很多大型祭典中啊，往往三年一颗，甚至啊要更久的时间去等待。所以相对来说，大甲妈之所以亲民，在于她打破时间限制，年年举办。她之所以可贵，在于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以待的感动。所以要是你没走过大甲妈，那为什么不试着体验这绵延300多公里而且世界唯一台湾特有的妈祖风景？来香醇的豆浆，来香醇豆浆，来香醇豆浆，来这个烧来。欸、老师，你讲了无唔对呢，这真正是黑暗中的明灯呢，对吧、啊？你看哦，你看在走这么多黑暗的路，你看这里那么多人，那么热闹的地方。是啊，啊，这是叨一间庙？这不是庙，这是叫做泽源堂。啊，不是庙，泽源堂。对，这是咱百家妈进香哦，整个路程当中唯一妈祖停驾的名家。啊，所以这是啊人大的所在哦。对，这是。人大的所在，这是陈大哥引导。哎、欸，啊，无安尼吧，人大的所在来遐尔济人客。怎么会在民宅这样子可以住家、啊？对，因为咱即摆看大家嘛是沿路拢足侪人对无？哎、嗯。啊，不过你看吼，伫民国60-70年时，大家嘛时阵咧行的时阵，其实遮泽源堂这附近吼，拢个是甘蔗田，所以爱走10几公里吼，拢是黑暗中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遮一开始吼嘛是由咱大家顶南教的信徒开始甲伊借厕所啦，借讲要啉茶，后来才发现哦，原来有大家嘛经过这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就开始传，啊，因开始嘛是传一些简单的东西，可是你看这愈传规模了愈来愈大，啊，嘛借足侪朋友愈来愈到上啊，嘛你看就算现在有湖尾科学园区啊，是啊，你看嘛是赶快咱同行来，你看嘛暗嘛，对啊，刚行久嘛上暗嘛，所以你看阮在阮。全部老的信徒拢会甲遮讲，这是黑暗中的明灯时，那咱老的信徒一定爱礼拜。一点啊都无唔对啦！一间泽源堂啊，不但是真侪老乡客口耳相传的暗公教点心站啊，更加是所有辽境的路馆内底啊，妈祖婆啊唯一的天家的人家哦。尤其吼、哦、是伫即个天气变来变去的三月天啊，西北风吼、哦、是化热的热啦。所以啊，伫个即个三更半夜的时阵，会当食到一嘴烧烫烫的包啊，或者是豆奶啊，不但是一路上上界大心的好滋味，嘛是辽境的期间啊上界温暖的人情味。阿哥、阿妈，恁大家辛苦啊嘞！辛苦啊！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全部拢是恁现包的吗？是，包哦，是。所以不会连这个豆浆也都是在这边现做的，现磨的，都是哎，豆浆嘛是哦。哇，哦，不管这虾加烧啊，这个那么烫，都很好吃。对，哇，而且我这样一路走来，冷冷的。喝这个下去后，温暖在嘴巴，暖在心里啊！哦，就好咧呢。哎，但是他那供起来的喂，大家都把这里当做那个黑暗中的一个明灯来这个诱困节。嗯，你们这样准备很多呢。对，准备很多，每一年都这样。哦、而且焦哥，你看，我发现哦，不是只有大哥一个在帮忙，你看。大哥的老婆嘛，是，这个是儿子，哎，哇，是，还有大哥的妈妈，哇，三代都在帮忙，是，哇，很难看到，是，早中心三代同堂，已经是很和乐了，大家还一起来服务哦，是，但当时我讲阿妈无简单诶，啊你起码讲你休困诶哦，哇，我以为在火灯火皮那边，啊，去哪里？嘿，去哪里？啊，你做。今早起人6点半人都起来，哇，应该爱困啊啦！你啊，那边24点钟呢？大家妈来就欢喜啊，他们就欢喜了，是啊，可以战胜那不睡觉。哦，哎，对，阿娇哥，我特别想要问一下，你看这位大哥年纪感觉跟我们差不多，啊，我们这样子吃得很开心，人家是在动手做，哎，大哥，你看你就辛苦哎。其实从未细汉的时阵啊，我是个动作玩乐性质，啊，而且当年嘛是真欢喜的，因为未细汉，我爸爸、阿妈，就是我家公人，就是要替人服务。啊，我愈大汉的时阵，这对我来讲是家族的一大盛事，而且我当年嘛真欢喜的，会使讲除了是家族服务以外，会使对着爸爸、阿哥、阿妈讲妈妈，会使学习着讲吼，同各位乡客安尼大家服务，这是对我来讲。我是感觉我爱学习，要传承落去的精神。那你还会想要继续把这个文化继续传承给下一代吗？当然啦、啊，妈祖我们从小就是让妈祖照顾长大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继续要传承落去。
大甲妈祖绕境的可贵，在于信仰所凝聚出的力量。看陈大哥一家人，有的擀面皮，有的包馅料，老阿妈更是亲力亲为，就只怕大家吃得不饱，吃得不够。因为对阿妈来说啊，就算香客来得再多，再怎么忙碌，她还是不以为苦，甚至乐此不疲。所以啊，当下次你有机会参加大甲妈，有机会走到泽元堂的时候，除了心存感激之外啊，真的别忘记了跟阿妈一家人说上一声由衷的感谢。我刚想喊嘛，今摆报名两点啊呢。五处只遐尔济人，全部咧等恁叫卡啦，等大家妈来啦。阿弟哦，你咧等啥物啊？你今摆咧等啥物？那无？我今摆不叫卡啦。哦，你那叫卡哦，你只排队就对啊。系啦系啦。阿妈是讲，你那唔知啊？对不？啊，大家拢知啊。知知知。哦。你那是搞不卡啦？卡啦。啊啊，唔是啊。啊，你拢无要困哦？妈都没来啊！哦，哦，哦，快点吧！大家加油！大家加油！大家加油！大姐，卡啦！啊啊，不是啊！啊，你拢没被困哦？无啦，咱大家嘛要去困，感觉我半条脚要困。哦，我无要困，在守岁哦。来来来，这款热闹猜猜，规庄仔头等待妈祖婆的场面啦。迄若无亲身参悟吼，真正是真歹相信啦。即卖时间哦，确实是半暝两三点啊。因为吼，对西丽五厝的居民来讲啊，一冬内底都是两项大代志嘛。一个是秋天的首冬社神，啊那另外一个啊，就是大甲妈来五厝。所以吼，不管是等的吼，弄桥卡嘛好，摆香案桌嘛好，大家吼拢一定是彻夜守候来等待妈祖婆的驾临。也不过吼，安尼一路看落来，不管是桥板的兄弟，或者是其他的团体嘛好，因啊拢是跟着妈祖婆啊点点来付出。所以吼，唔知影大家吼敢会好奇啊？亲像伊安尼啊，日啊操，暝啊操，到底敢有休困的所在甲时间呢？阿哥，歹势呢，甲恁快小姐，聊聊啊，一定来甲恁啊打气一下啦。啊，这么小一下。大家妈咧人群落来，恁即马才休困啊？无啊，即马工作嘛，阮几下来咧休，有诶嘛是还无休啊，有哩，还搁伫咧咧行啊，伫大桥前。是哦，轮班的哦。咱换班起来，很，你要体力你要困嘞。是。无够用，真无法度，你挡袂住，你少年的嘛挡袂住，啊，佫尤其是今嘛这哦，少年的无几个，才干嘞，包年的，哦哦哦，后壁佫有人困，啊，甲伊吵着啊，啥物少年无几个，有啊，我无咧骂你哦，你唔通，伊就开学过去啊，好啦，伊就，有影伊今嘛伊算少年的啦，是啊，啊，为甚物伊拢爱休困？好啦，下班啦，啊下班啦，轮流的啦。啊，今麦咱今麦工作从旧情节，今麦在地下咧，在行，哎呀，哦，所以嘛，做无住家的时阵啊，来停落来的时阵，恁才会当安尼完全休困着无？嘿，就是妈祖无入庙了，停袂在了。啊，你像要到彰化，彰化都超过时间，超过几下点钟，免啦。对啊，就对。少我多，啊，速度还赶紧。啊，你有安怎啊？就是。体质啊，无错啊！啊，伊即马就是咧忝啊，咧忝到啊，咧体啊。哦，听起来话，24点钟底，大家妈咧行的话，拢无法度休困哦。会啦，你一班，阮这有两三班尔，啊，一班头四点钟安尼啊，照轮的啦。一班嘛爱四点钟，才会当小休困一下。嘿。哇，爱休困的话，你们四处找地方，有的地方蚊虫也多啊，草也多。蚊子真的很多，从我昨日从店家，哦，这脚是痒啊，冻袂掉。哪了都无休困着，因为我司机嘛，我咧车头，足气白热啊，只规个看那尔五分钟，规个拢湿哩咯，哇，冷，
好佳哉呢，你安尼足刻苦的呢，啊，你饮料，啊，你用，一定爱啦，啊，我多出外嘛，就是安尼啊。一个网打，几张被单，就是大部分了境的生源啊。因这个九江八面内底啊，会当闪风避雨的场所啦。而且吼，因为四点钟就要轮一班，所以休困的时间内底啊，唔是简单眯一下，啊无就是继续练习。啊，那这款吼有困敢那无困的，吃苦当作吃补的日子啊。除了是缀妈祖婆啊来付出，咱嘛看因一步一步继续缀着妈祖婆啊向前行。终于是南巡三天以来，来到我们的新港奉天宫，差不多啊、哦。没错，而且一路上看到非常多的人都是抱着欢喜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妈祖。是啊，这边很平啊，几道水泄不通啊，还有我们在比较高的地方。没错没错，看下去哈、哦，哦，人手盖飞啊。超老嘞。是啊，这难得一年一度哈、哦，很多现场的朋友们没有说每天都来到大甲、啊，这样来回来回，在现场可以迎接到我们大甲妈，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没错。是啊。哎，半天啊，妈祖没来啊。哦。哦，看到无？喂，哇，伫遐伫遐，哇，吼吼，越来越侪人啊！对，哇，真好嘞！在璀璨光芒的烟花中，和千万信徒的引颈期盼下，大甲镇澜宫妈祖总算在新港奉天宫驻驾完成。当然，对在场数以万计的民众来说啊，现场的澎湃和激情，确实让大家感受到妈祖信仰在台湾那数百年来的虔诚和重视。但就民俗文化来说，这不只让全世界一同见识到台湾人三月封妈祖的盛况，更让妈祖那神气十足的不凡魅力得以傲视全国际。啊，班长你好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、欸，你们现在在整理神教哦？嘿，咱即卖就是八暝九更吼，啊，拄啊来到新港，啊，拢用啊抛十用啊规个垃圾里头，啊，咱即卖要回銮的时阵，拢啊整理啊水水倒转的，无垃圾里头，对妈祖嘛不敬。哦，所以要把它整理得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啊，那样。对对对对。哇，啊，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仪式吗？有，有将足重要物件要提起，将物件要。上架啊！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？保密啦，袂使讲的啦。啊，袂使讲哦。等下来年哦，等下好我再。哇啊！咱阿弟要打武术，咱无去啊。咱阿弟即摆正准备要甲咱妈祖婆做一个表演。上架啊！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？保密啦，袂使讲的啦。啊，袂使讲哦。等下来年哦，等下好我再。哦，吃物件。哦，哇，好好奇哦，神秘的、重要的东西啊！对对。看桥班班长讲到这么神秘啊，佫真正吼，予人完全啥拢无啦。到底吼，稍等一下，是有甚物特殊的仪式要进行呢？啊，无吼，看大家安尼这么无闲。敢真正只是整理新桥遐尔简单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借我过一下吗？哇哇，足侪人诶！哇，哎，大哥，啊，这是啥物？哦，
够真水白面嘞。诶，嘿，金白。那是金白的。金白。哇，安那有这个白面啊？这是吼，咱妈祖落来新港吼，这三天沿路所修的神道信路吼，啊有机缘吼，啊有达成，啊伊沿路落来，啊就来送这块金白给妈祖。哦，我有下弯的。我在沿路上也有看到很多信众都很虔诚，哦，跪着这样拜。对哇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奉献出来的。对啊对啊。哇，所以这个。金牌，哎，这个匾啊，算是一点点的心意啦，安尼。是讲伊有祈求妈祖吼，阿妈祖有特别伊的目的，安尼，伊安尼就是讲，甲保庇特别的目的。有些人是身体健康，有些人是平安啦，安尼。一块沿途民众所寄付的牌匾啊，唔知影观众朋友敢有注意过咧？因为大家妈来新港的时阵吼，桥顶是无挂这块匾的。只有回暖的时阵，咱才有机会来欣赏到这块牌匾的风采。而且吼，无讲你唔知啦，就是除了牌匾以外，新桥身上啊，佫会加两面两扇组的灵旗。啊，那这个灵旗的作用啊，主要是体谅妈祖婆的辛苦，希望吼，伫回暖的路上啊，遐牛鬼蛇神啊，会当莫来搅扰妈祖婆的休困。来到朝阳宫家，朝阳宫家今仔日拍门，要拍门对。为啥？因为吼，咱是每一年吼，咱西丽去参咱朝阳宫咱五祖妈吼，那大家妈来，咱拢会用传统的镜头，包括着咱的贵也款，咱的不管只的财富，包括咱的花果，侪侪镜头吼来迎接咱大家妈。啊，咱五祖朝阳宫有一个足特色的，就是讲，咱的西是开水的，伊是叫做开水西，是咱七坎古村的其中之一。所以说是五祖家特别的这种来用欢喜的心来迎接的妈啦，好，所以要拍鼓感激一下，我妈都无欢喜。咱带来这坎是一个五祖的故乡，所以讲咱这这是咱这乡的一个传统。哦，你说到五祖哦，哇啊，咱和你也会打五祖那魔器啊？咱啊，你即马直接准备要甲咱妈祖婆做一个表演。你要教？对。你马要拍就对啊。对。我给录起来。不是，你也知道这西罗是武术的乡，来到这边一定要用武术帮妈祖接驾一下。乡务心意嘿，是啊，平常时讲话尔，即摆拍不拍出来，大家嘛会欢喜哦。欢喜，咱妈祖婆哦，一定拢做欢喜哦，保佑大家。是啦，哦，你这样子来拜关，有什么心情吗？其实，在武术表演里面参加过很多次，但用武术帮妈祖接驾真的是第一次，所以其实还是会紧张。哦，我看你买绣花串耶。有啊，今天我马赶，我会帮你记录起来。那你要不要？那再传给我的，好保险的。是啊，这样不错哦。对，讲好讲好。嘿嘿，想袂到吼，咱恩义啊，佫真正会把握机会哦。因为吼，透过这个手机的高速摄影啊，更加是甲恩义这个国手的身段啊，展现了淋漓尽致。而且吼，这道架势十足的军法啊，不但是相当的有诚意，嘛得到现场满满的拍声。所以讲，除了大家看了欢喜，相信吼妈祖婆啊，嘛绝对是阿罗盖得志啦。
只是吼看大家嘛回暖的期间啊，游玩有真侪信众在咧边啊，嘛同款吼有真侪热心的乡亲来替妈祖婆啊付出，替大家加油打气。不过啊，大家敢有想过，为何吼大家嘛每一年啊拢爱南下进香，阁是虾米款的历史背景呢？大家嘛，这九更八暝，通看到台湾人的人情味，看到咱大家嘛，哇，整个这个老少人与人的感情，互相相照顾，互相会相帮忙，啊，拢是安尼一路来，就是陪妈祖婆啊，啊来压寿气也好，煮点心来奉食，啊，就是讲安尼来扛大轿，就是安尼付出，为着一家口，为着子女事事，就是这份人甲神之间的约定。所以，咱看到孝天宫的村民搭着传统的饭担来献奉妈祖婆啊，嘛看得到泽源堂的老阿妈，就算讲几落天无困啊，依然挂念乡客文爸。其实啊，亲像安尼实例，咱沿路上哦实在是不计其数啊。所以，假使若有人问你，为什么大家嘛每一年啊总是有遐尼啊侪人来参加？我想吼，这个答案就好亲像副董所讲的同款，一心诚敬的付出，不过拢是求一家伙啊，会当平平安安。阮祖的慈悲，伊妈祖的保庇，予我来识识你，是天公的好意。观光的义气，土地公笑眯眯，咱来变义气，是绝对无心机。将心好台湾，将心爱台湾，将心好台湾。